那个怎么念？那吞口吗 ？PSU， 早安呐、啊！哇，你是第一个跟我讲早安的人哎、欸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你没有去开台？那主播不开台，我要播你的声音喽！我要把你的声音播出来了、哦，你好好打牌哦，你小心一点哦。还笑，生气喽？拿主口好，想说偷偷挂台啊？你怎么就来？冷静大哥，你好好打牌，小姐。我肯定是比你早关台的啊！哎、欸，你应该没玩这款吧？林安安，我有点感冒啊！哎、欸，我五年没感冒了。哎，最近我家小朋友一直生病，你该不会放我的声音吧？我家小朋友们。一直不断的感冒，我就一直很隔离他们，你知道吗？就离他们很远很远。啊，这鞋子也可以换呐、啊！鱼骨苍安安，哎，感谢力怒那边过来第一台的，谢谢谢谢，没有啦，我想说他那边的台我挂着。那我来玩一下，来玩一下什么游戏什么的。童年实况组，你们讲的很像香蕉哥哥那种感觉。雷梦安安，这应该有不一样啦，有点小感冒。哇，失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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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被失败了，繁星被失败了，不是那个意思啦。早期实况组我跟过一段时间，我没有啦，我知道啦。像利诺他也伤害过我啊。他说：“从小看我长大的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到底是哪个设计师把这一个断层放在这边的？我都气死！
欸，可以不要卡在这边吗？不好意思。把繁星讲好了，你知道我原本没有要打牌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他那边那个打牌规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嗯，怎么好像有缺一个人是不是？我就想说，好啦，进去，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在等人，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，我就想说啊，我要离开了，结果好像就是你吧，你就让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想说，我刚起床，然后看到主播好像没有人陪他打牌，很可怜。于是我就想说，好啦，我去参加，帮忙报一下。结果啊，误会了，于是我就补票了。第一次追我直播，谢谢。嗯，收了安安。因为我现在他那边声音是关掉的，不过还是知道他在打牌。啊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完了，哎、欸，这大半夜的，一大堆人要投胎啊，不对耶！你知道繁星有 YT， 不知道你有图奇？没有，我也是去年底才开始回来开的，就是因为那个啊，因为想要玩那个 Bonk 嘛，或是一些互动的东西，但是 YT 那边没有这功能。于是就最后还是回来突起，没有，我已经有两三年没，快三年没有在突起开台了、啊。七龙安安，对吧、啊？所以，所以就是为了玩那个好玩的互动功能，于是就来突起了，对吧、啊？一小时前就睡醒了，我也差不多哎，我四点，我三点半就醒了，然后在隔壁台摸鱼摸一段时间。你有没有听到外面蝉在叫？有杂音对不对？那个是蝉在叫啊，我要死。进去了吗？进来了。怎么都是时间开台？我日夜颠倒啊！忧欢安，还是你来淡水？哦，不是说好去台中吗？忧欢，你怎么还没说、欸？不用上班了哦。上次在另一段台看到，以为只是名字一样，很正常啊。我，所以我才会常常低台不打字啊。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是撞名还是什么的。甚至以前还有人是直接截图片跑到粉专问我是不是本人。L 零，对不起，不会念。L A N A A I A K E V， 哎呀，真的繁星不会骗的东西。怎么骗人？你说我看台不打字吗？我知道这样子和其实主播都会希望来打招呼嘛，讲一下出声一下，但是我就是不太会啦，所以我才会在乙提那边嘛，到乙提那边，我很早期就追踪他了，然后是直到上个月。玩伺服器有认识，然后一次我去那边打招呼，然后才会发现是个2022年首次聊天的观众，就是我啊。
确实很难念，很难念呐、啊！你的母音那些我不会分呢、欸。啊呜！啊，优花，想死你了！你看我还在玩光遇哎、欸，你看我们约好的，我的叫声还是鸟叫声呢、欸。你看我都没变。哎呦！你看那个不敢跑暴风眼的小萌新，如今一个人在跑了。是拉尼亚凯亚，拉哦 L A N A 哦，拉尼阿卡哦哦，会了会了，下次念，下次绝对念对给你听。因为我以为是 L A N 是一个音，会天文学名词。哦，我以为是哪个角色的名字哎，听起来就很像。哎，不过你也很强哎，那个优华，我刚好只在图奇开台的时候没双开，你就刚好在图奇追随我。就很刚好啊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？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啊？是谁的心啊？哎呦喂啊！后来都会追一些 V， 男的女的。搞不好里面有些我认识的哦。女 V 居多啦，男 V 是最近有缘分认识了一群。哎呀，优花，你们玩宝可梦睡啊？你玩应该会养不大吧那些宝可梦。哦，你删了哦，对不对？控制人家睡觉的游戏，他介入太多了。他已经在管你的生活了。很多人也是玩两天就删掉了啦，因为那个游戏，那个游戏在操纵人类的生活，有控制欲望的游戏。该睡觉咯。等一下哦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。我想说5:20嘛，520开台。那5:20开台够浪漫的吧。没有啊，讲到5:20开台。好玩这个大概40分钟嘛。那我们6:00的时候开始玩潜水员戴夫啊，5:20开台啊，绝对不是什么巧合，是蓄意的，好吗？利诺记得哦，以后5:20开台哦。利诺有听到吗？爱了爱了，哎、欸，全泰安安。来自美国的狗狗，哎、欸，没知道。然后刚刚有喝点那个姜汤啊，还有蛤蜊姜汤。
现在是台湾狗了，真的假的？你台湾土狗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什么时候回台湾的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看你有时候开台时间已经跟台湾的有点像。我那时候本来想问你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开台时间好像有点变？你看，你都喜欢偷偷注意人家的私生活、开台时间的主播。你看，这个不叫变态，这个叫什么？啊啊啊啊啊啊啊！这个主播太变态了啦！七月半左右哦，差不多哎。那次更新后就没跑过暴风眼，跟什么时候改回来？佩佩，那次更新后哪一次更新？哪一次暴风眼改回来？什么意思？没有暴风眼没改啊。嗨，佩佩。改什么？好久没喝了，尽量找不到时间熬。没办法，就喉咙很痒啊。然后就趁着刚好有蛤蜊的时候煮了蛤蜊汤。哎呦呀，蛤蜊好吃。我现在蛤蜊还在旁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投胎后要来。啊，算了，开跑！前两个季节不是趴着过土吗？啊、哦，趴着过土不是去年七月的事情吗？你知道我开始跑暴风眼是去年七月八月的事情哎、欸，就是破碎季啊，就是梦想季之后嘛，破碎季啊。完了，我破碎季之后什么季我都哦，破碎再来欧洛拉嘛，欧洛拉再来是，完了，我完全。我其实也是大概去年九月、十月开始比较淡油了，多喝水。哇塞，你竟然会出现呢！你真的是看台一百次，只有一次出现的人呢？不对，开台三年只会打一次话的人，你怎么有空来？你买不到什么活海鲜哦？啊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这样是因为叶子没开台吧？还是一些打瓦的都没开台，只看到我开在开。那、啊、你做什么啊？我会管太多，我会觉得我是变态。好，我不管了。啊，所以你平时都在上班的时候看叶子台是不是？海底捞？哪里啊？哪一间？我要去买的时候我要喊。小伟，来玩家是 dance 喽，小伟，哦，台南哦，好吧，德国，哎，我那时候都会在啊社交平台上面看，什么在哪里赶海啊，或是在沙滩上面赶海的影片，然后看着，都那阵子特别想吃海鲜。我死都不会出来，我就直接点开你的台，把你的声音播出来。我说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没有这个跟这个声音一模一样的员工？他说，有哎、欸，怎么了吗？他欠我钱，太多人来找我了。也是啦，你就不该把你在海底捞的事情讲出来啊。哎、欸，我有认识一个 V， 他很喜欢吃海底捞，哎，搞不好你见过他，哎，搞不好啦。他只是说他的兴趣是吃海底捞。
可能见过很多人，但都没认出来。啊，也是，还是你以后见到一个就说，哎、欸，你声音好眼熟，你是不是有做直播？这样就好了。他说，对，我有。我说，哦，果然有没有？对嘛，我就讲说，声音就很耳熟啊。那果然是你，就去你的台打字，首次加入聊天。女生不都喜欢这样子吗？哦，真的，我也是，对不对？哇，怎么打开利诺的台？哇，大三元的。你是说塑料姐妹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反正就是讲真的的时候会用手，然后弯曲摸着自己的胸口说：“真的，我也是哦，对呀。”这样有没有三元牌啊？对不对？有画面吧？哦哦，真的。反正跟人家讲事情，讲如果他讲真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聊了。多半他是在敷衍你。真的有共鸣的话，他会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讲一大堆那种才对。如果只是讲哦真的啊、嗯，那个多半是不想跟你聊下去了。应怀安安。对啊，真的要讲会巴巴的说。不过最近叶子开台时间真的都是奇奇怪怪的。靠腰，我蜡烛也太多。靠腰，你有玩是不是？哇！这个你也玩？没有，我已经一年没跑图，对啊，差不多快一年多没跑图了。完蛋了，我的萤幕里面好像有一只石，不是吧？有个擦不掉的黑字，那个好像是蚂蚁爬进去害的。完了，有个黑黑的那边啊，我该换萤幕了，是不是？你就牵着耍废哦，哦，你是充电宝，我其实也是当充电宝当了快两年，我当了一年多，一年半，然后才开始自己跑图，因为带我跑的人已经都淡游跟退游了，然后后面就是还是都每天在跑，就在开始学说任务怎么解，怎么跑。然后他们怎么飞，怎么就飞的路线，怎么飞的，我就拼命靠着断片的回忆在想说怎么飞。这个超像恐怖游戏的，不会啊，这游戏那就只有这边恐怖啦。这游戏是很残系的游戏，这个游戏是交友软体，这游戏主打的就是一个交友。但是对于有社恐的人也没关系，它也是个音乐游戏。其实它的歌蛮好听的，但是有版权。哎，怎么飞不起来？我第一次献祭完之后，我就说我再也不来献祭了。我说太恐怖了，而且太难过了吧，东西都喷光了。结果你为了更强，你还是要献祭。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游戏，他不能这样逼我欸。然后那个带我跑的人就说走了啦，跑走啦，我们去投胎啦。我说不要，因为他过程中捡金人过程中太冗长了。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在剪片，所以我都是边剪片边跑图，对吧、啊？所以那时候大概毕业了，图全图毕业之后就不叫没有什么跑了，大概就是
两个月跑一次吧，因为要换那个妇科的东西。然后他后面出了一个超过分的东西，他出了先祖面具，那个兑换要用那个电击的蜡烛换，有75的、125的跟250的，那你一个礼拜只能跑最多14根嘛，所以我就是为了换那个面具才开始练习怎么跑伊甸园。我为了那个面具，我已经换完了啦。总计就是75加125嘛，就是200再加250，所以是450。我已经换完了，现在蜡烛是换剩下的。一边干格雷，格雷是什么？50道阴影吗？你跟我想的一样，哦不，还有50关解谜。我现在复刻复刻只差一个还没复刻，差两个还没有复刻，也不是看一下我差目前嘛。道袍还没，然后跟蝴蝶结还没。下一季下次复刻肯定蝴蝶结了。好了，这边眼睛会很痛哦，各位，手机不要看画面，这一段眼睛很痛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一段才有版权音乐。好了，我来吃蛤蜊了，蛤蜊汤。一个卖怪模组。以工序复杂和折磨出名，哇，那很不适合我。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复杂的东西，越简单我越爱。这个是什么？鸭子。那天你凑我100次开台，没有，我说大概100次开台你才会出现一次，出现的那一次还是人家就过来的。这样讲好了，100次揪团你才会出现一次，这样讲应该合情合理。毕竟你看我开台开了这么多年，你连我回来图奇开台也是之后才知道的事情。希望你难得自己来啊。其实我那时候也跟菜渣说，不然我们来装模组来玩好。只是菜渣最近比较没有空玩游戏，所以就想说之后再说吧。那时候还停掉 FB， 你那时候不是也是说你去 FB 吗？可是我没有看过你耶。喝茶的安安，可能分开，因为我当时是跟阿谦同一间啊，阿谦六探同一间。OK， 你看
快六点了，所以哎、欸，我们今天跑得比较快哦，我们三十分钟跑完，很棒很棒。你签 AHQ 旗下的哦，哇，你是大大哎、欸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要来可爱吧？还会说这个像恐怖游戏吗？明明那么可爱。墨雪安安，好久不见，你踩什么？头上那个好像有，这个两年前的东西了，这个是两年前中秋节的兔子。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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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我现在投胎啊，都是用本身的永久翼在投胎，我没有特别去捡那个捡金人了，除非刚好跑图或捡任务路过啦，所以我现在是靠着102个金人在跑图。可喜可贺。像这款游戏真的要推人进来玩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推、欸。我那时候推了几个人进来，我说这个就是很可爱，哎呀，也可以很帅，有纸娃娃系统，然后聊天温馨，玩乐器的游戏啊，没有打架打怪成分。所以那时候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在玩什么，我说换装交友。没了啊！换装交友跟音乐游戏啦，感觉更像是在这个游戏认识人。对啊，他就是他这个游戏的风格，就是在交友啊。可是这个游戏它在市场上，其实它其实在也不说国外，就是它在某个圈子，就是又特别的多人。懂吗？就是你没去接触这个，你会不知道；但是你有接触，才会知道这个其实很多人在玩。然后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我才很多我的干爹们啊，才会来玩这款游戏。不过有些也开始退游，没有空再玩了啦。因为那这款游戏它真的每天就跑的东西其实差不多一样，就是除非有朋友一起玩。然后真的是很喜欢聊天交友，或是有些动力啦，不然其实大家都只是上线就跑跑任务就下线了，就没了。而且它不像其他游戏有什么自动扫荡卷什么的，它没有什么自动跑图卷，它右上角的蜡烛那些，你要嘛氪金拿到，要嘛就是。努力去跑，啊，一天上线其实差不多最多是20根蜡烛，努力点20根啊，大概跑20根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，所以干是干在这边。好了，我们来玩，我们这边跑完了，我可以去玩潜水员了。而且光遇也不太表现出来，很多时候都是啊，原来你玩光遇，对啊。我那时候在 YT 直播的时候，一大堆人就是说，原来繁星有玩光遇哦，这样子，每次都有人讲一样的话，而且他这个真的主要就是他地图做得很棒，这是手游哦，这原本是手游哦，后来在 Steam 上架，不是啦，在 Switch 上架，在那个。PS5 上架，他今年会在 PC 上架，所以到时候 PC 应该会一堆新手来玩，因为出在 Steam 上嘛， Steam 上更多人会看到，然后肯定会一堆人来玩。
等我一下哦、喔。不知道是 bug 还在不还是什么，就是可以看到别人打字，看一下这个。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那时候都有变态，嗨林安安，都有变态会躲在这边，然后看人家打字。现在用手机都好烫，你效果开多高啊？不是开一格电就好了吗？我以前很烫，自从开了一格电就不烫。哇，这沙子太多了吧？好了，我快吃完了，剩下四个贝壳。最低啊！你那时候是不是玩手机游戏都很卡、啊？记得你玩雀魂跟鹅鸭好像都很卡，对不对？哦，好辣！我的喉咙，哎，我装一下新手，等我一下哦，我来装一下新手。这个，哎呀，怎么身上配件这么多？要取消掉好，好辛苦啊！我决定要在捷运上载福载成听你实况了。怎么了？哦，你要睡觉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我要学燕子，晚安，晚安，波波。好诶、欸，我是新手了。这个是标准萌新装，可爱吧？哦，上班了，上班辛苦了。按叉叉，你按呐、啊，你按呐、啊，我不会怎样，你按呐、啊。佩佩是你耶！没事，我等一下玩游戏，你们就挂着听吧。
这个很没意义啊，但是就很多很可爱的在这边玩。笑在哪里啊？可恶！啊，又点错了，是这个啦，白痴！好了，我们换游戏吧。我喝完了。哎，说个拜拜，看一下哦，拜拜怎么说？拜拜。我去把碗收到楼下，不然等下生蚂蚁。换游戏，换游戏，我换个分类啊。不会开太晚啊，可能又下海补一个小时就。下海两次就要关台了，今天最近又很热。为什么不让我改？又不让我改，又不让我改。退取关注列表四个人，三个人在加班。嗨，开玩笑。我关注的人有一半以上都在加班呢、啊，都在睡觉了。好，关一下音乐啊。没意外，晚上。会在玩那个，我这么大声，因为晚上会在玩泰拉瑞亚啦，准备睡了，十二点了。拉尼亚晚安啊，记得了，你看拉尼亚凯亚晚安，好，我等我一下、喔。等一下，我去，我收个碗，马上回来。游戏画面。
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六点了，宝可梦要睡觉了。哎，哎，我的滑鼠怎么不见了？你昨天遇到色尾的刺梭鱼，它不是绿绿的吗？等一下，我的滑鼠不见了，我重看一下游戏好了。哎、欸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。对耶，我们要抓这只鱼耶，怎么抓、啊？鱼怪。和抵御正面攻击，那怎么抓、啊？我带什么武器？带枪支好。我先复习一下，因为两天没开这款了，有点忘记怎么玩啊。哦，我扩大泥土是下一次。哦，教过了。哎、欸，你们宝可梦睡如果出现文字消失那个 bug， 你们怎么应付的、啊？我手机重开过了。小艇残骸，左边。啊，我要吃个药，等一下哦。我要乖乖吃药，又不是感冒药啦，是痘痘的药。啊，等下开到八点再丢去那个诺。哇！我药没有倒出来，水喝光了。好了，喝完了。打架！哦，会了，应该啦。我怎么快死啦？
对不起，看到还是会吓到。波浪符。Hello。Hello。Goodbye and hello。嗯。上去。等一下哦，栖息地在40米啊。嗯嗯，阿卡安，对不起，啊啦啦啦啦啦，阿卡早安。看到哈卡，我会想到一个游戏人物，哎，他是魔兽世界的一只 boss。起床上课哦，上课加油。上课加油！拜拜，嗯，加油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呜，快侦测到了，是不是啊？miss， 这个声音让我好燥哦。快遇到了，是不是？好白痴哦，是他们哦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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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等一下啦，怎么会那么多鲨鱼？这样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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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哈哈。滴滴滴滴滴。
发现有人把自己的工具丢在机器里面，造成线路卡。哇，这么麻烦哦。我之前想到是 Tinker， 那个熔炉，那个锅子，结果就是自己不然跳下去，造成那个水，那个熔炉啦，里面有人的血水，然后要用掉要全部重弄。哦，嗯。小艇长还有什么？干嘛？哪里呀？早餐还在哪？是你吗？水深40米。啊？又跟丢了？哦，好近的声音哦，哪里啊？这看到了，嘟嘟嘟嘟，哒哒哒。哎呀呀呀呀！哦，白痴！哦，好玩呢。小子弹。
把鲨鱼给收了。是什么？哦，好大只哦！天哪！有了，汽车的声音不然听着像老鼠叫声，我也觉得很像啊。打喷嚏哦，打喷嚏哦，啊啾，哎呦。我要抓什么东西？狼牙雕，狼牙雕。嗯，等一下哦。我。开矿咯。哇，这是认可六的哎，六六六啊！来去登录一下。差一个狼牙雕啊！哎，今天有小朋友在家，哎，没得睡了，没得睡了。没得睡了。
好恐怖呀！一等，两等。你有屁呀、啊！达摩沙哎、欸，吼！哦，你谢谢。哦。哎，你是我的宝贝。如果不是我就差一只，怎么不出现？就缺一个狼牙了欸，狼牙掉嘞。我就是没有。哎、欸、呦，有了！哟啊，按错了。哦喂。哦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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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你坏坏。嗨，高高，哎、欸，我原本以为你在我台里面呢，才知道你没有。提拉米酸安，你好呀。
biu biu 两针。这么早起来哦，我昨天下午四点睡到半夜三点，因为我前一天没有什么睡，我前一天只睡两小时，然后后面就是反噬了，有没有魔力反噬啊？直接把我睡到睡了十二个小时，啊，完蛋太重，完蛋太重。啊！怎么扔了？公斤，三公斤，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一块肉的，看一下哦。这个，两公斤的丢掉。哎、欸，够了。你要一点可以睡的魔法，要不要我关麦通话给你？来哦，通通飞走咯。今天几月几号啊？8月7号。你是要说87吗？领取奖励。原来插一只螃蟹的吗？你要骂睡吗？当然不是啊。当然是要讲些有的没的睡啊。有奈，你怎么这时间起床？我自己有棍子。我这么主动的吗？你是要逛棍子给我拿来打你的吗？哎、欸，存一下。哎、欸，登录。哦，一个 rank 九的。哎、欸，不是一个 rank 九的吗？有六啦，不是九啦。57 57 5。雇用喝水，我看一下、喔，把之前思思当安眠药吞，蛮好睡的，现在没用了。你说思思感冒药、喔？哇，你把那当安眠药吃哦、喔？真的只能物理了。哎呦，那。你来我这边，我马上把你敲到睡觉。又发现说不是敲头是摸头，摸头摸到睡觉。
强。说好的打头呢？怎么一直在摸头？现在把我当安眠药吃了，来，你试试看。你知道蝴蝶啊，他们会去吸血跟眼泪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其实他们会去补充铁质，所以会去吸动物身上的血或是眼泪。你可以搜寻蝴蝶空白箱，蝴蝶吸眼泪什么之类的，会看到就很多蝴蝶跑去吸那个鳄鱼的眼睛。所以凡凡可以吸眼泪，你可以吸我口水啊，超恶心！哎呀，不行了，早上了，我不能乱开车。一大早的开什么车？哔哔。哦。哎。哦哈，原来刚刚在开车哦。没有啦，没开车啦。攻击。你可以吸反主播的，这个就不用说出来了，这个私下说就好了。你可以吸我嘴巴的饮料啊，进口饮料哦。然后我要把这个换掉。你知道我那个我外甥啊，就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哭，就会哭到那种尖叫嘶吼的嘛，说不要，然后东西给他就说丢掉，他一拿了就丢掉，然后真的把他丢掉就说不要，我不知道他就不知道干嘛，怎样都一直说不要，然后真的把他丢掉，又丢掉说不要，哎，好烦哦。干净又卫生，肯定的吧？呀，啊，满了，干净又卫生，奇怪了啊，怎么没有找到蛋白石啊？把外甥丢掉，有啊，我就威胁他，你再吵把你丢掉、哦，不要这样子。然后后来我就是从床上嘛，我就是很生气，我就从床上站起来，然后他看到了就一直又尖叫说不要，他是真的惨叫啊，我是坏舅舅，我最喜欢当坏舅舅了。我真的要出去住，对啊，肯定会啦。哎，不然下次他又在哭的时候，我就录下来。可是我怕又录下来，又说没有人这样带孩子的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就是会有一些妈妈爸爸就说你不能这样子带孩子。还是什么的，我说啊，我又这不是我小孩，我只帮忙顾而已，有没有？有时候用这种影片还是什么的，等于是说你把证据都拍下来了，就是你怎么欺负小孩的什么之类的。还好你没有外甥之类的生物，哎，你好幸福哦，你是幸福的高高，外甥什么的。真的很恐怖，没有小孩子很恐怖，所以以后不要生小孩了。
哎，除非我另一半觉得他想要了，那到时再说。你表弟跟……哎，那就是代表小孩子就是同一类的生物啊，对吧？吃小孩？不要！哎，什么？怎么了？从小父母就离婚，我连亲戚问题都没有但你是这样的背景哦？天哪！哦，所以你是跟妈妈住对不对？是啊，好啊，还是我去跟你住？你看我又搬出去住，完美，又没有小孩子，完美。我又不我不会哭不会闹，我不哭不闹。我表弟他妈的关系，你这是生气吗？我表弟他妈的关系比较生气，还是我表弟他妈的关系比较复杂？哦，你没有骂人，你家的故事有点神奇。好，那月灵是不是知道很多你家的事情？这个星期一上午，哎，对耶，今天是星期一耶，啊，上午真是令人期待啊。没啦，不会跟你住，才不会跟你住嘞，没有啦。我如果出去住，应该又会开始剪片的吧？不应该啊，一定又会开始剪片的啦，不然要饿死了。动物长大了，去看看吧。走走走走走。看一下，鱼怪捕获完毕，好耶。图鉴，图鉴是哪个？海洋卡。哦，哇，有些都没完成呢。我只有开来说过被排挤的事情，哎，那我私下再来跟你聊聊。没有啦，就是有些。我也知道那种被排挤霸凌的那种心情啊。你也是哦，你也是哦。好，来啦，我抱抱，我拍拍，我摸摸。捕获完毕。商店，我要把扩张农田。等一下收完下一批之后再说。哎，我收完了啊。我在扩张中哦。什么时候才会好？面包。总之，我们活下来了，赞赞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这不就还好活下来了，才能认识到我，对吧？认识到一个这么糟糕的主播。每个人都给分数，没有啊？我以前就是有看过一个，是说人没有资格去讨厌一个人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有跟身边的其他人说，然后讲算了，我还是去讨厌一个人好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就是哇，
今天你讨厌我哎，好巧，我也讨厌你那种感觉，哇，是不是很棒？确认。所以那时候我才跟我外甥女说，她说我讨厌舅舅，说没关系，我也讨厌你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这么来，这样的来的。你讨厌我没关系啊，我也讨厌你啊，哎呀。强化料理。嗯嗯。欸，他真的那天他一开始会开始慢慢说话嘛，会叫妈妈、舅舅、爸爸这样子都对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叫舅舅叫的比那个爸爸跟妈妈好听，他应该会叫爸爸啦，他会哭一哭哭一哭。啊，爸爸！我那时候在实况上学嘛，就是说他在哭，哭着哭着，我就学他叫爸爸，然后他就突然停下来说：“爸爸。”然后后面就叫舅舅，舅舅，然后就舅屁呀、啊！我是这样，我是这样在欺负他，说舅屁呀、啊，不要吵，睡觉，舅舅要睡觉，舅舅。对啊，他叫九九就很像在讲九九啊，九九。欸，我其实不知道我是不是确诊。安妮，我其实不知道我是确诊还是感冒欸，啊，我也没有去快筛。我没快筛啊，也不知道是确诊还是感冒。哇！哎，拜托，班桥制造料理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人家只是台语，我们家也都是台语跟国语混合啊。我就说，你讲台语他是听得懂哦。就突然就是长辈都突然啪啪啪啪啪了一大堆台语出来，我就说，你最好是听得懂啦。跟他们要快筛，我记得，可是我不想去看医生，我不想看医生呢。凡凡不想看医生。凡凡不喜欢看医生，护士可以啦，但是医生不要。如果乱打字不要理我，没事，我会当做我会把你 ban 掉，你就不会乱打字。没有啦，舅舅，舅舅，那我吃到头发了，来点枇杷膏。哎、欸，还是我去拿一下糖果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。女医生吗？那可以啊，那肯定可以。等我一下。Thank you.
好了，九九回来了。小时候都会跟哥哥和堂哥学。嗯？偷敲什么？欠打。那阿公说你会台语吗？会啊，那就被我妈打爆。你是骂脏话吗？你有发现之前鼻音不是很重吗？然后那时候买了枇杷润喉糖，就发现润喉糖根本就没什么用。就敢领养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我私下听哦，你传给我，不然如果这是属于我的语音，我让他们听到是不是很不好？那是他们鱼鳃吗？啥语音？就语音啊！有个小可爱偷偷传语音给我。还有这黄色的东西，海胆？你是说那个刺刺的生物吗？连人类都吃这种生物吗？原来人类也会在大海料理啊！真吓我一跳。海带农场，好诶、欸，多了一个农场。来，我们来赌博。现在没人，不然我就该赌盘了。来，这个。好味、对不起，好味。冲啊，海马，你最棒了！屌虐，喝水。你刚我吃润喉糖，你要喝水，喉咙很凉啊！等一下哦，应该可以。啊，好凉！还好没吃那近两口香糖，我刚吃完了啦。欸，他怎么知道我100公分？我说我的海马跑的长路，这很难按呢，老实讲。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
我吃早餐了吗？哎，稍早有吃，吃了一点，也不是一点啊，稍早吃，蛤蜊啊，还有冬粉。蛤蜊跟冬粉不是蛤蜊配冬粉，是什么东西？来不及！哎呀！如果出门买凡凡早餐推荐什么？火腿蛋饼，或是卡拉鸡腿堡。就是你早餐了，不是晚餐吗？你不是没睡觉？高高睡觉，不要吃太饱哦，会胃食道逆流哦。不要吃太饱睡觉哦。睡不着。还是我们来玩一场恐鬼阵，还是我们来玩恐鬼阵，零哦，好吧，欸，他到底什么时候更新啊？等好久，现在吗？现在啊，反正我这趟鱼抓完应该就开店了，开店就又换下一天了啦，所以可以玩。玩完还愿，还愿他也不怕，我也不怕，还是我们还愿可以速通吗？两个不怕鬼的玩还愿，就感觉人家在攻略而已耶，在想办法看这个女儿酒要怎么酿才好喝。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吗？两个不怕鬼的人玩还愿，虽然那时候第一次玩是真的有点害怕啦，也不是说到害怕，就只是会心脏会抖一下那种，但是不会到害怕。还愿速通呢？你快走，你快走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哎。我觉得我们要轮流操纵，有没有？这样第一关，第一次你先玩，玩到通关之后，第二次换我玩。还愿 speed run， 一个感人什么挖沟的游戏，被这两个人玩到玩成这样，会不会被骂？这样会不会被骂？哎呀呀呀！对不起啊，哦，叫什么？老婆是这女生找我玩的，我有拒绝过她，她就是想玩还，她就想玩还月啊，老婆。
哎、欸，打死了！红鬼目前开起来超级作业感，真的期待赶快更新。对啊，菜菜在等啊，因为他最近真的不知道玩什么。好玩是好玩是好玩，就觉得就真的只是那样而已。最好笑的是我之前跟菜。就私下跟菜他们在玩，然后就是我还在里面找鬼的时候，就他们三个人回车上，然后菜渣就拿东西拿摄像机下来嘛，三脚架摄像机下来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：“哇，谁在里面啊？那么勇敢？”我说：“啊，我啊，就是我一个人拿着紫光，然后拿着 ENF 在里面看。”他就讲了一句：“你在里面啊，那么厉害。”我说：“我啊。”然后就直接跟他讲了：“指纹跟指纹笔，我就直接讲指纹笔记了，只差一些纸而已了。”然后那一场我们就三分钟就结束了。我就说：“其实恐鬼就这样啊，就他。”他惊吓成分也就只有一开，可能会偶尔突然这样而已。我就说，我觉得还好啊。就是不要把他当鬼嘛，就是真的只是，反而是要怎么讲？我们在找证据的时候会偶尔蹦出一句话，就说。好啦，先别吵啦，在找你啦，这种感觉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太觉得没有好好玩，也不是说好好玩游戏啦，就是观众想看的就是被吓到什么的，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想看的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主播都没被吓到，不好玩。对啊，我就说好啦，等一下啦，他就。什么之类的，我说啊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我再找你。Day by daylight 的话，那个菜渣有找我玩。昨天就是突然他手很痒，想玩。他说：“那繁星，你玩 Day by daylight？” 我说：“我一开始有，后面没有，因为我其实蛮怕雷到人的啦。虽然比如说像我会玩像。”比如斗阵啊，玩或其他游戏，我觉得还好。但是你懂吗？就是可能会雷到人的那种压力心情。虽然我知道那个东西顾好自己或怎样东西，其实就还好，不要闹还是怎样。但是有时候会遇到可能太厉害的鬼，没有游戏体验就这样死出来了，我会觉得有点。怎么讲？有点无助吧。要不要试试看这是什么东西？你是说找菜渣他们试试看吗？看一下哦，这是什么？我在深海这边查东西，这样合理？哦，这个我知道啊，这个之前玩过了，这个是。不是这个有点褒贬，不是褒贬不一吧？有人说好，有人又说不好。我看一个游戏，常常都会看负评啊。先别看那个正面评价，先看个负评。
很多下跳下，你说 jump scare 哦，那个菜渣就不行了啊。菜渣他不能玩会突然吓，就是很像突然把脸遮住啊，或画面突然有鬼的那一种。他这个他就不行玩了。侏儒海马啊，对，他要他玩游戏，要玩恐怖游戏可以，但是他不能玩会有 jump scare 的。本来想找他玩 GTA 啦，因为 GTA 就是更新到现在的那些小游戏，应该也够玩，也够玩那个玩几小时了。而就是担心他现在课业吧。就比较忙。那凡凡找我玩，我都不怕。那你来淡水，我就让你怕。我们就玩刺激的，来，高高，现在我们双方要蒙眼哦，然后来过马路。现在双方蒙眼过马路哦，高高。我觉得你找安娜玩那些恐怖游戏比较好、啊。你看，一个男生怕鬼怕成这样子，不是效果做得很棒吗？还是去台中？怎样？台中干嘛？第一次玩蒙眼版本的，你说蒙眼过马路是不是？那其实在家就可以玩的啦，不一定要来淡水啊。哎、欸，怎么这路上鲨鱼这么少啊？安娜是真的可爱，对啊，你不觉得她声音真的很像阿神吗？我就是跟她讲说，哎、欸，阿神，说够了够了，不要再说我像阿神了，但这样有点坏啦。但是她声音真的很像啊，她说十个人有十一个跟她这样讲她，说那就是真的像啊。阿神不像吗？很像欸。然后我连那天就是我说我有看你跟高高在玩，我说等一下为什么你会看，我说看就看啊，怎样。有三个不怕鬼的叫安娜一个人往前冲。等一下你都保护他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哦，抓到花心高，你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你的宝哎，这样就不会吵架了。花心高，我知道你最爱拔布啦。青蛙安安，这个优先生啥？欸、我建议是氧气跟包包容量，再来才潜水服，然后之后又才鱼叉。我的感目前感玩起来的体感是这样啦、啊，因为氧气是决定你的血量啊，然后包包决定你的负重嘛。你才刚到尾鱼派对，那就是尾鱼
哦，你是说食材吗？那个食材当然就是，哎，尾鱼的话就是尽量抓嘛啊。你想办法弄出一个那个三旬枪，三发的枪，然后弄到睡眠，或者是你用那个狙击枪把他们打死呢？他们说可以用电的，可是电的它是速度比较慢啊。你先升容量好了，我觉得容量就不错了。哎呀，感冒就是要多喝热水。哎，那也是要用钱买热水啊，没有了。哎呦，鱼叉枪头，我现在几等？三等。抓得多也卖得多，没有，因为打死哎。欸，尾鱼好像没有啊，因为通常射死只有一颗星嘛，肉就很少。那通常这种鱼叉叉到的抓回来都是两颗星，那睡着抓或是用网子抓起来就是三颗星。我当时是用那个狙击枪在打，因为那些尾鱼冲太快了，我最后于是就是直接拿狙击枪在海面射啊，或者是那个谁，你船上的那个白毛。船上那个老头，他会卖那个，有机会卖一个手榴弹，还有吧鱼雷啦。你可以买来用。他就是会，可以手动引爆，一直冲来冲去的。可是你现在就是要靠尾鱼，就是尽量抓尾鱼嘛，然后升级它，然后在最后尾鱼日的时候，直接全部拿出来卖。我那天好像也是赚了10000块吧，啊6000块啦。感冒不休息，不是我不知道我是感冒还是那天真的讲太多话在咳嗽，我没有发烧，我也没有恋爱的感觉，不是有些药的副作用有恋爱感觉吗？啊，我没有哎、欸。因为鱼日赚了10000多啊，我怎么才1000啊？不，我怎么才6000？有。哎、欸，没了、欸，戏。我那天尾鱼也是几乎身上都是装满啊，装满呢。哎。嘿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。我就再睡一下了，晚安，睡木晚安。其他贵的食材你也到那天，可是那个食材它是有那个蝴蝶结符号才是当天的那个特卖啊。我这边有尾鱼了，我听到海浪声音。看。不要！有没有本事等我补满血单挑啊？单挑啊！我去补个血。其他客人也会点，对，会点，但是那天会还是优先那个优先度是尾鱼的东西会特卖。哎、欸，那小伟，你很适合玩这款游戏，不愧是海底捞的员工，这么会捞。有了，我要找鲨鱼血池了。不愧是海底捞顶级员工，看一下我怎么可以等。
哎，没得了呢。不要啦！我虽然很想抓你，但是下一次，下次一定，躲开哦，人的忍耐期限是有上限的哦。我要回去射你了哦。我不要。你不要这时候换，我要射你了哦。他追太紧了吧？回马枪。警告过你了，你要回去变成料理的样子了。欸，他追很久欸，我没欠他欸，死都不放过我。那你会死都不放过我吗？人家喜欢我。欸，靠，要是小伟打的我不要，恶心，那就好。一定放，欸，那就好，啊！亮，去死啦！去死啦！小伟，小伟去死！这只怪怪的，死了，哈，死了吧！一开始那一把，你是说鱼枪、鱼叉吗？鱼叉不要使用，鱼叉比较烂。看一下哦，这个啊，有什么？有什么几公斤的？看一下，这个丢弃。鲨鱼会假死哦，不是，刚那个鲨鱼它是因为那个睡觉，我的这把武器有附魔睡觉，你看以 40% 的几率立即睡眠，酷吧？对啊，我觉得这把枪不错啦，这把它是射三发出来的啊，然后又会碎，然后又是射三发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剩这一把了。三发有分那么多种？有啊，还有毒的啊、火的啊、的没的啊、的没的啊。没料。就这个，你这个老头他会卖哦，你看这边有商店，这个是我等尾鱼季快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商店。欸，他不给我买北七，农场好多员工，我还在挑员工，有些好的员工还没出现，反正最后钱多就全部买了，预计两日后三个以上。有没有肥料啊？你有没有卖肥料啊？大蒜种子没有，这是什么？没有。你可以入职当好员工吗？哈，你要就当秘书或是老板娘了吧？没有啊，我不是店长。哎，好，对，我是讲什么？
然后你看我这边，我现在有目前是那个狙击枪嘛，是单纯威力的。那这个睡眠标已经升到二级了，然后这个网枪已经升到满了。这出大型渔网可以透过抓，好像最多抓九只吧。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语无伦次了。我在语无伦次了，可爱高高。双头杀，双击杀，锤头双击杀。好，真的要睡了，不睡我就汪汪汪，好啊，叫一下，叫一下，叫一下。等我，等你什么？你要来淡水叫吗？淡水叫。啊！嗯，等下你是指这个叫哦？可恶，可恶！那你不睡咯？哦，然后小伟啊，这个时候晚上啊，你应该还没应该解锁晚上下来了吧？就是晚上这边的主动攻击鱼特别多，看像这个狮子鱼，其实它现在在潜水区嘛，已经跑到潜水区来觅食了，然后杀那个鲨鱼也特别多。那主要是下来，我下来是抓那个狼那个鳗鱼。浪漫。哎，高高，你不是吃早餐吗？你吃完了？啊！不小心射了，完了，被射烂了。我刚刚是想拿鱼叉啦，可恶！最新买，我这边开很晚，旺旺。好啦，晚安，可爱高，晚安。可爱的高高，晚安。砰！砰！还没死。都快射完了，哥哥，没子弹了，都射在你身上了，弹尽粮绝了，哥哥，你再说可爱你，再说可爱就喜欢你哦，小心一点。哦，哦，高高，你怎么那么可爱？你怎么会喜欢一个整天对你说谎的男生？不可以耶，对吧？整天说你可爱的男生，他在说谎，没有啦，这算威胁吗？他在威胁，有记录档作证，快去睡啦，小可爱。敲，我敲，我敲啊！敲敲敲敲，哎，睡着了，带回家啊！高高小心哦，睡着会被带回家哦。被带回家做成生鱼片哦，做成无名安安，做成昆蝴蝶生鱼片啊，生虫片。我昨天晚那时候两点要休息，就是因为跟兔窝的一群神经病在玩神界，结果
对，睡不着了。不要！不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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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怎么可以？偷摸啊！再来捡枪，子弹，弹在这里。好，狼岸。咻！鲨鱼嘞，过来。啊、没了。丢丢丢！跳！啊！丢！不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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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没有氧气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无名，拜拜！哎、欸，不要，不要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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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死了吗？他没死啊！他怎么可能没有死啊？这个一定是氧气罐了，连起来吃。他不是。啊，我们。我们回地表，我们回地表，我们回地表，不可以就这样死在海里。B 楼 ，B 楼 ，B 楼 ，B 楼，还想拿锤子敲碎，敲晕鲨鱼啊！好亏哦！走了，走了。寿司店，哎，有点饿哎。你看还吃得下，那肯定不是感冒吧？猫咪不见了，看看哦。确认六两盘，这样十二个然后确认一个，然后。管理自动供应，员工菜单，十二一二，啊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各位，我要磨寿司了，磨芥末了。嘟嘟嘟嘟嘟。你在磨芥末，那你还帮我磨好了。我去端东西，你来磨。
啊，浪费浪费五条。建议游戏可以增胖子的体力。我跟你讲，这胖子的体力不可能这么虚欸，他长期在水下游泳，这肺活量，这体力不应该不应该这么虚的啊，对不对？不然就是把这个餐厅改成水下餐厅，这胖子游泳速度比这个还快，每次端的盘子都是送到最后面那个人要吃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欸。农场报告，走，我们去农场啊，先去寿司店养猫。哎，对，小伟，你在海底有拿到罐头的话，要尽量多喂猫哦。这个没有啊，多喂猫啊，多喂这只毛毛。不是下雨天我还浇花干嘛？最近发现一个 PC GP 值很高的滑鼠店。哎，你知道我其实一直想换滑鼠店吗？可是我之前在等一个主播，他说要把滑鼠店给我，可是已经等了一整年了，他是不是不想给我了？他应该是不想给我了，他应该是不是忘记我吧？全黑，我是想买那个全桌子的滑鼠垫，可是我桌子又有点小。看一下哦，狮子鱼，它是能占你滑鼠垫的那区。你两个，我之前就是因为滑鼠融化，你知道，滑鼠垫融化不是滑鼠融化，滑鼠垫融化，所以我那时候吓到了。这好大肉，然后其实那时候也有人说，你滑鼠垫融化，我第一次遇到这样子。说对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的滑鼠垫可以融化。哎，每天这样子忙完，其实一个小时才能顾一次店。反正后面感觉就是下海的时间变频率变少，
你看这边可以买，哎呦，哦，一次性氧气瓶，爱扑型人偶，引诱敌人攻击，并在一定时间内消失。哎，下海啊！嗯，抓鲨鱼喽啊！我要，钱也不够，我想要升级。升级要12000，我要升级那个无人机。这个冰冻通道，我们改天再来解了。主线任务，按人我感觉超废的，哎，不好说，搞不好就是拿来骗废物的啊，废物鲨鱼。现在地表晃一下，你直接帮我想好了标题耶，海底捞员工原地上班超好笑，啊？你不然是不然叫海底捞员工在海底捞鱼啊，就是他就是他，我想要打他。哎，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了啊。棉被猫早哦，可爱的棉被猫早安早安。我也要去潜水了，哪一种？对，梦里面吗？还是哦，你要去开台了是不是？开台加油！好啦，我去追随你啦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我觉得这个枪要升级了耶。Biu 啊 ，Biu Biu，
还以为你要去睡了嘞，我要去潜水了。又刷牙齿，赞哦！我觉得大家改空白键真的是很白痴欸，其实用拇指按空白键的速度没有很快欸。小子弹咯，哇好多哦，这水母很棒欸。然后睡觉锤啊，看有子弹，有子弹，哎，海葡萄。过分咯，不要，我要学我要学外甥咯，不要哦，完了，要被冲去单掉了。我这里还有葡萄，存档，这可以手动存直接玩吗？要回海面上才行吧？什么驼背？黑壳蜥，黑虎虾，要哦。刚超级无言欸，怎么了？我做了什么吗？对不起，怎么了？我让你无言了吗？抱歉。
哦，你家人哦，哦哦哦哦，没我的事哦哦哦，那就好。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还有睡眠网，看看有可以水母呢，来抓水母咯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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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我爸说上课时间要交手机，一到五都不能用啊。舒服嘛，因为要好好念书嘛。不对啊，怎么没水母了？嗯，你都苦力考到前十名了，哇！哎，那你很强哎。然后你爸还是不领情吗？他会不会是这样讲？就是因为没收手机，你才会跑到前十名。于是他觉得这样是对的，有跟他沟通吗？我是希望你跟你爸沟通这件事情啊。很多事情其实可以用讲的解决啦。我爸无法沟通，比较死板的嘛。哇，那辛苦你了。哎，辛苦你了。连我妈手机都会收了。你爸会收你妈手机哦？还是因为你爸很没安全感？还是你爸控制欲很强？李光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小伟刚刚有出现的李光，我吓死了。他难得百灵一遇哎，开台开了这么久，他难得主动出现在我的台，肯定是因为你没有开台，你跟叶子没开台，他才会出现。一定是这样对吧？他说：“好吧，今天都没人开台，好吧，看一下繁星好了。”他也在玩这个啦。他说：“谢谢我帮他想好标题。”一枪一个。呦啊！点错了，白痴，被打死了。不小心打死了啦！哎呀，完蛋了啦！李光跟阿鬼 GTA 了啊！我有看到他开 GTA， 但没点进去，跑去看其他妹子开台。好扯哦，跟阿鬼 GTA。你要上课了，加油加油！没事，你获得了主播的加油跟早安了，不要难过。
哎、欸，这只虾好大、啊！啦啦啦啦啦！哎、欸，我想吃虾子，我想要那只虾子。啊啊！你给我过来呀、啊！小水，等一下哦，一下哦，一下哦，小水。不是，他现在就是学会的词是不要，他要的东西他也会说不要，他手会张开。然后很大力的说不要，但是他其实想要，懂吗？今天可能他想要人家哄他抱他，他就说不要，啊，就真的把他推开的时候，他就抱着那，他会冲过来抱住说不要，然后不喜欢又说不要，对，就是傲娇。你怎么不哄哄人家了？但他是外甥呢、欸，他是男生呢、欸。我连外甥女都不哄了，你说要我哄外甥？好诶、欸，是小孩诶、欸。不行诶、欸，对小朋友的耐心真的是没有。哎，这只虾子怎么亮亮的？我靠！啊，就同一只。完了，被电死了，皮诺可。这把枪真的是有点酷哎。它不会咬死鱼哦。嘣嘣，死了吗？哦，以为够，我还小，可以对我有耐心。没有，你还乖，好不好？你还乖，你还不皮，对你肯定是有满满的耐心。可能从别人那边学来的词语，就是他姐啊，就我外甥女啊，就他姐那边，比如说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都不要，好死了。大咖被戏，哇！我不要。哎呦！这把电枪真的是有点烂呢，会电死身边的鱼。樱花安安，你好呀！
啊，我去剩一下白金餐厅啊。9436。雨丁，来，我来吵一下，可以对我耐心吗？不行，你的耐心早在5年前就没了。你的耐心交给 Just Dance 了，没了没了没了。这个男人一直记仇，没错，小心不要惹处女座的人。我是来拉低处女座平均值的人。农作物长大了，蓝洞附近很多神奇现象，准备好蔬菜收拾，赶快过来看看吧。梦幻多安安，早上好。猫棉被猫有人认识的啊、哦！只要有白米就能做蔬菜寿司，到底谁要点蔬菜寿司啊？方便。嗯，购买。哦，灵儿那边的哦，像我边缘人认识人就不多了。哇，认识你的人可多的。你要想欸，认识你的人不多，但认识你的人可多的。原来这游戏还有种田哦，有种田，还有养鱼欸，你看一下李光。这边还有你抓的鱼啊，肚子可能有宝宝啊，就可以抓来这边繁殖。看，这边是你的水池。你的专属海钓场啊。我等一下要再去吃一下东西啦。欸，8点了欸。嗯，某个人真的是我刚刚到才知道我连初检都不给打脸。走错了，我要去寿司店了。开心水族箱，不过那个是你抓过的鱼丢进去，他们会自己长繁殖长大，然后看你是要卖掉还是，你看这边这个运这个送达食材就是从刚刚的水族馆鱼池那边送来的。看一下，料理之星，我们来升级。19 98 27 36来了，我们升星了，我们是白金主厨餐厅了。然后现在那个已经把我绑去 mode 了，那表示人家肯定你啊，这样子你看绑一个 mode 过来，多绑一个观众，看他很会想。三葵最大值，三葵产量加一，料理蓝位加一。欸，不是应该会有员工加一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哦，没有欸。
那家伙只是我开玩笑就直接把剑给我，那表示你的玩笑人家都当真啊，你看看来你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人对吧。番茄早，我发现六日都没开台好亏哦，都睡着了，哎，都睡死。当店有新货架上市，看一下，洋葱。快跑快跑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快跑快跑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就没想到我是坏人还是怪人。看就是某些主播就是如此的单纯。小心搭配别的男实况主骗走。哇，怪人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怪人，我问一个问题哦、喔，怪人，怪人，你有没有地图是那个已经全部清干净的，就是连神圣地形跟血腐化地形都没有的地图啊？我突然发现有个新的成就，不是要让巫妖喜欢这边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腐化地形吗？你才删掉哇？哎、欸，那个一定要困难模式后吗？还是其实简单模式前就可以弄的成就啊？如果简单模式前就可以弄的话，我就晚点等下自己开来解。哎、欸，白虎虾，那个我和阿七清超久了，我们困难模式后没试过困难模式前。哇，辛苦了！那看到的成就也太让人烦了吧？全清空欸，我是有一张地图是清到腐化4%，固定4%啦。我是神圣没清，所以他要走困难了。不是啊，这游戏有分困难模式跟简单模式。欸，简单模式后面一定会走到困难模式啊。有一个新的药水，生物群显示，那个可以看到神圣和腐化。有一个新的药水，所以环境现在是困难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那个泰拉瑞亚，我们在玩泰拉瑞亚。那个泰拉瑞亚就是，你主线到了，就会自动变成困难模式。就比如说你在玩麦块好了，麦块的怪那些就那么多而已。你要怎么让麦块变成困难模式？那个不是用调的。比如说你打死第一只中介龙之后，你之后生成的僵尸可能会拿弓，就变成困难模式嘛，可能会拿弓箭啊，啊窟窿可能会拿剑，那个剑是这种东西啦，它会因为你打死了某些 boss， 打到一个阶段之后，就游戏难度会增加。好啊，你再帮我看一下，不然我好懒得清哦、喔，清那真的好烦、喔，晚点还要跟他们解释。要如何清那些地图？要用到大量的钱，大量的抠抠。你快全成就了，你说泰拉瑞亚吗？还是什么？因为泰拉瑞亚它后面 1.14 更新的时候有更新那个啊，新的东西，微光。微光这个东西，微光湖，雪莉安安，他爱吃鱼哦。我钓鱼任务要100次那个好懒，你是最近吗？还是以前？以前那个是真的很累，以前全程就都是叉钓鱼。
新的更新有玩哦，还是其实你的世界有？竟然是打死的，他都没睡觉，北七。因为我在去年初的时候，去年底的时候有玩，然后当我那一次回去重玩的时候，他突然一个更新，因为我原本玩的时候那时候有更新，结果他刚好在玩完的时候才更新，我那时候是玩大师模式，哇，气死！有一两个成就是要东一啊。哪一个成就啊？你说要去一个很像粉色世界的成就吗？没事，这个成就这东西，好，应该好解。不是，是颠倒世界啊？请问颠倒世界是什么东西？出生在地狱，好像很好玩耶。我是有看到一个 mod 吧，还是人家工作坊的，是吸血鬼的，就是你不能晒到太阳。啊，晒到太阳就会持续扣血。我没有玩啊，我看到而已。现在是跟阿靖玩，阿靖是伺服主啦，因为我相信如果开服的话，我们一定是整天泡在这上面，然后而且这样子阿靖如果他们不在的话，这样子玩的人可能就是进度会差很多，所以我才说你们挑一个人开伺服器，我说我不开，不然这样子地图的进度会落差很大。哎，不是我懒，是我真的用心良苦吧。因为龟龟那时候在玩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天结束后，他私下开一张地图爆玩啊，狂解钓鱼任务，对吧？狂钓鱼啦。结果他的身上第一天就三薄币，说该睡觉咯，你太夸张了哦。然后私下也看了很多危机。
你看这毒，这毒他整个，他一开始觉得说还好，没有十大棒那么浓，那么毒。专家小地图全进化的，哎、欸，好啊，我等一下过去，感谢，谢谢你。啊，那个是前天直播泰拉瑞亚那一次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我直播到有点不是火大，就是他们明明问完 A 问题，就问 A 问 A 问题的人会直接抢麦。就可能说，哎、欸、啊，那个东西怎么喷？哦，不是啊，你怎么就打我？那类似这样子。我说，好好，你们讲，然后我讲，好，讲完了嘛。啊，那个东西就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怎么走去那边？你回来啊、哦，好。老师崩溃了。不是，我觉得那天他们在玩 TNT 炸弹都是很好笑。老师只是去尿个尿，怎么教室就炸了？要丢给你，等一下开我。你开，我进去。等我今晚料理做完，感谢你。因为后面其实有些东西我都也没有摸啦，我想说，都等到大家都在，我再来去研究。就像城镇史莱姆的东西，它不是需要特殊的东西才能达到吗？后来去稍微看了一下，哦，难怪我没有，我们谁会在史莱姆身上丢个铜剑什么的？哦，你怕没看见哦？哦，好啊。呀。砰，对啊，又看到一个很像沙漠的不丛林的青蛙，要对它丢进化的，那谁会知道、啊、我想说我们已经玩了两天三天，怎么还没有城镇史莱姆？青蛙、铜剑还有微光这三个基本上不会那么无聊去用。对啊，而且微光是要困难模式后不是吗？我看一下说什么那个史莱姆皇后才会掉的东西嘛，拿去微光湖丢。哎、欸，微光湖是不是要在海滩的前面一点才挖得到？我记得它不是是在就海洋的前。海洋前的地形往下挖，因为他那时候出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最棒的是像蜘蛛洞那个墙壁，终于可以人为建造了，就不怕蜘蛛洞长得怎样了。海滩丛林好啊。反正就是海洋前就对了。好的，
怎么没有下去的路？然后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我家已经35度了。噔噔噔噔，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好热。其实，哦，对我那我本来前天想说，就是因为礼拜五那天我不是也是早上有开台吗？然后礼拜，对，礼拜五，然后礼拜礼拜六中下午有开台，然后礼拜日没开。那次我不该开台的，因为其实那天很热。结果我那天就是结束之后，我去洗澡，发现我身上都是汗疹。然后奇怪，怎么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，又发现那是汗疹，哎，又不该这么贱，硬要开台。我已经前往我灵车的列车上，人家校车，还好啦，你的那个车上都是看得见的朋友，听起来很痒，对啊，就痒啊。不要靠近我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剩两发，我在校车看新闻，东北部会到36到38，哎，哈哈，没事啦，反正就是看到什么北部温度啊，或是淡水温度啊，只要看到写36度，我家就是要加5度。所以才会很多人是希望我出去住嘛，但是不是出去住之后就没人顾小孩了啊？那么现在就是大人都在外面工作还是什么的啊？因为我在家里工作嘛，导致就是我被他们说，反正你有空啊。反正就是我有空可以帮忙照顾小孩，然后又想说不好意思收钱，毕竟是家人。有人就说啊，帮忙顾个小孩又不会死哦，会哦，会哦，会哦，要死掉了。小薇早安。
日本超好，我看到日麻超好玩。好了，我们要回去干掉那只大口鲨鱼了。刚咬我咬那么开心，不能忍，不能忍。把它抓回家当料理，啊，做料理。恐怖游戏啊！炸琴啊！天哪，吓死人啊！丢掉，丢掉。好重呀！啊啊啊！有，不射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我。吃饭啦！哎，要不要吃吉娃娃？吉娃娃，要不要吃吉娃娃？
我好了好了，要回家了，回家回家，回家单标。好了，啊，有欸，他多拿东西耶，确认，詹姆士，欸，我记得这个是不是不错？詹姆士好像厨师吧。确我说的感冒是，我说好像啊，好像而已啊。很像感冒，跟喉咙痒痒的。什么咖喱饭？菜单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哟呼！心。他要多少？79，好多。下哦，还有鲨鱼。确认。鲨鱼，24，
白金，所以白青铜白金黄金九四三十六，三十六还看十二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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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个。确定，然后这个啊，这个设为自动提供。好了，各位发大财时间，发大财，赚钱时间。太远了，胖子跑起来。哇，好多钱呐！超爷。雷雨天，请在今晚前准备好。我们星期六见。咦，你收到农场报告？阿鬼早 GTA 玩完了吗？我要休息了，等一下已经三十五、三十六度了，等一下关台了。密度有点高，看一下哦。啊，看详情，谁？选择送往厨房。
密度76%。发烧了吗？其实我不确定是感冒哎、欸。就不确定是不是感冒啊，喉咙痒痒的而已。哦、我喝多了开水，我现在楼上的水都是温的。要喝什么？啊，楼上都是温开水了，我要喝什么？鲨鱼占超多空间，真的哦，我以为它是算数量的哎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谢谢。好吧。没差，我把人员弄一弄，就棺材、后尸殿。工作人员等后尸。我是到很后面才知道派遣在这边欸，想说前面的调味料不够欸，怎么办啊？千多啊！我要拿去升级那个潜水艇啊、无人机。哎，无人机我来了，无人机。好了，怪人准备哦，我要开泰拉瑞亚了。无人机哦，怎么升级啊？这里。无人机，哎 ，Mac 死了哦，不，这样就 Mac 死了哦。钓鱼吗？没有啦，我要进去解个成就而已。没有，李光，你就直接开个单人世界，然后冲去海边，找到渔夫之后，然后盖个房间给他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我给你看我的存档啊，
最近，确实该解一下了，不然他之前更新前，我就是全成就很久了、啊，看到突然又多了几个成就，没有解就觉得很心痒。太好了，好的。我觉得你这张地图不用删啦、啊，可以给人家解。我等一下去解决一下我的那个卡比兽啊，宝可梦碎，它没有显示字，有点烦躁。有备份在工作坊，哇！哦，对耶，你们之前都是丢在工作坊上的齁。净化心灵，然后嘞，我这是要问他吗？有哎，谢谢。净化心灵已完全变得干净，干得漂亮，哇！谢了谢了，谢了谢了谢了。好啦，哎，后面有多这个鹦鹉，我都觉得很可爱。我看好了，谢怪人，那我先关了哦，妹妹。我记得很多小动物，有我那时候一看到金刚鹦鹉跟那个玄凤鹦鹉，我就没力了。好了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我要揪到，要去利诺台吗？看一下哦，有谁有救过来没救过的？好，都在睡觉。我们丢，继续丢到利诺台吧。哎呀，怪人拜拜，番茄拜拜。看一下 ，R A I D， Lily 拜拜，青蛙拜拜。哦，红原拜拜。啊，稍早本来在打日嘛，现在跑去打瓦了。五雷拜拜，敌人干你才最好是好啦，你活该啊！干你在打我要接机，不用啊，那你不用接机啊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我要去避暑了。晚安晚安，你才。你过去看妹子打我啦，那个妹子香香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李光乖，拜拜拜拜。